带来的这一首主打歌曲《Change》之后呢，马上要让这个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再捕捉一下林明真的身影。今天呢，一出场就带来了这一首，也是他最新的第二张 EP《#V》当中的《Change》。好，左手边看一下下，谢谢。左手边，左边有举手这边记者朋友。好，然后再麻烦再换到中间前方、中间下方。中间下方拍完之后，再看一下右下方，右下方我们这边有一些媒体朋友，然后也确认一下还没有拍到的，麻烦再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。好，右下方这边，右下方女生，好，从左手边再扫过一次哈。好，中间前方，右下角，右下角这边有挥手这边哦，两位右下角挥手这边，谢谢。好，中间前方最后喽。好，谢谢媒体朋友，哇。